目前是有一个死了一个，伤一个是吧？是的，伤得怎么样了？具体我们正在调查，什么原因导致的？这个要等到那个他们事故调查组的结果出来，现在还在就医疗在救治过程中，是在作业的时候掉下来的，不还是，是？是的，应该是。